各位香港的朋友，咁咧，大家睇唔睇到咧？即系里边咧系女仔喺度帮人整头发嘅。咁喺台湾咧，即系好多呢啲发廊啦，都系女士操刀嘅，女师傅嘅。咁我依家咧就嚟到去通宵隔离嘅一个镇，就叫做苑里镇。喺苑里镇呢度咧，就系有夜市，每逢星期六咧就有夜市嘅。咁啊，星期一至星期五都系休息，就冇夜市嘅，净系得星期六有啫。啊，咁咧我就有幸咧就今日啱啱好咧就系星期日嚟嘅，星期六嚟嘅，唔好意思，星期六。咁我就爭取呢個時間咧嚟到呢度咧夜市，因為咧聽講咧就係呢度咧有跟香港的朋友打招呼，香港的朋友，我是聽這個通宵的朋友說，這裡院裡啊每逢禮拜六有夜市，所以的話我就趕過來。你们这个是什么一个什么食品啊？就是哈，昆明的传统美食，就是传统的美食。清明节吃的、嗯。正常平时不在家里就不吃。民俗对，是有些地方的民俗是清明节要吃。哦，就清明节的时候必须要吃这个。有什么意义吗？不知道，早已被传下来的。哦，一种传统，就一直传下来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你们这个你们是哪里人啊？你们那个祖先是祖籍是哪里啊？你说我们是这边的祖籍。对，你说是祖先传下来的吗？那你的祖籍是？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，比如说很多都是这个漳州啊，那个这个要追溯，如果要真的要追溯的话，那个历史悠久了，不知道怎么去追溯说。对，是哪一种？有没有说这个福建什么地方啊，或者哪里啊？有没有说？有没有说你们祖宗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台湾人嘛，所知道都是台湾人。台湾人肯定是台湾人嘛，就是说有一些台湾人他的祖籍是那个福建啊，有些是。我的话啊，我记得好像是河南省威县。哪里啊？河南省威县。河南的哦，河南省的哦，威县。对啊。啊哈哈。行，那这个就是你们河南那边的，可能是你们河南那边的祖先的习俗。因为几乎每摊都是每只要卖这个东西，就是都是这样，不止说是只有我们这一摊。台湾有一些普遍吗？这样的传统普遍吗？台湾这边的民俗其实跟大陆那边是没有。比较没有关系啊，这是台湾人的事情。谢，待会，我待会给钱你哦，待会给钱你。不要先请你、啊。你看那个台湾的朋友，这个多热情。台湾的美食。谢。啊、哦，好，谢谢啊，感谢。它里边是花生粉。菜脯。就是萝卜干、菜脯。菜是高丽菜。花生粉。花生粉，还有菜脯，就是那个萝卜干、嗯，啊，然后还有其他什么？就是基本上的话，只要是干料都可以包在里面，看你喜不喜欢吃。那好，我要拍一下你这里哦，因为我这里。你
里面放龙虾都可以。是，因为我在通宵啊，也有认识了不少朋友啊，我要帮你推荐你请我吃东西。这个不用，因为我在这边已经做十几年了。对，就在一直在这里吗？一直在这个档口吗？十几年了。哦，在附近的都知道是吧？说院里这摊子里面，大家都知道你们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们看看这个东西里边有哪，这个是。院里这朋友，我第一家来到这里就请我吃东西啊，太好了！也给大家看看这里边是什么，这个是肉吧？肉酱。肉酱哦，肉酱。然后呢，萝卜干。满满的爱心。满满的爱心，我现在已经非常的温暖。这个里边还有咸菜、萝卜丝、红萝卜、红萝卜丝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豆干丝。豆干丝。一二三四五种材料哦，哦，这里边有五种材料是吧？哇，真棒真棒！你这个是属于自己拍？对，我放在你在 YouTube 吗 ？YouTube， 对，我放在我 YouTube 的频道上面。订阅他。是啊。对啊对啊。如果要看影片的话，是要追踪，要怎么找？你加我那个 Line 之后，我会告诉你。待会等我拍完之后，你们这里收快要收了是吧？好像是说十点，还没啦，差不多。要到几点钟啊？说十一点多。十一点多，十二点。那我拍完再来找你，好吧？好，谢谢，我们待会再加哦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介绍其他人。嗯，好，谢谢，嗯，香港朋友，你睇下多几好啊！啲台湾人，你睇，免费请我食嘢。我第一摊入嚟呢一个夜市呢度咧，第一摊就请我食嘢啦，地瓜球啊 ，QQ 蛋每份20蚊 ，QQ 蛋呢、这个名几过剂喎、啊，哦，其实佢系一个圆炖上嘅，系炸嘅，系呢一个番薯里面系番薯嚟嘅，20蚊一份，20蚊即系5蚊鸡，港币5蚊鸡啫。喺度冷啦，佢哋有豬血糕啊！哇，真係話呢度好多小食咧，真係冇講錯啊！豬血糕獨家口味，如不加香菜或辣，請先告知。哇，仲會提示埋你添，一支30蚊豬血糕，睇下點樣先。可以拿一支出來給我照照嗎？照一下，看一下那個樣子。我是来自香港的朋友，哇，这么大只啊，还三角形的，每一只都是三角形的吧？好、哦，那除了猪血之外还有什么？因为看好像还有糯米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对，糯米。是吧？是糯米哦。对。啊，你看我多聪明啊！我一看就知道里边应该有糯米了。那应该很好吃，真的是猪血吗？对。猪血跟糯米混合在一起啊，哇，这是很特色哦，在别的地方应该吃不到你这个东西啊。现在很少人做了。很少人做。这是一个很传统的食品是吧？是属于哪个？是属于苗栗这个地方才有的，还是台湾其他地方也有啊？台湾其他地方都有。是一个怎么样的传统食品？你能介绍一下吗？只会做会卖啊，只会收钱，那是那是，那也是很传统。这个是一个炸，那个是炸的，对啊，是地，这是那个，番薯嘛，地瓜啊，地瓜马铃薯啊，不是番薯啊，马铃啊，不是番薯，番薯是番薯，是番薯，是番薯。但是呢，不知道它怎么炸呢？是用面粉还是什么？有面粉包的吧？问他是吧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这个外面那个脆的是不是什么面粉还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是用太白粉跟那个地瓜。什么粉啊？太白粉。太白粉啊？对。
没听过，我是香港的朋友，我是来看看你们这里哦，久问大名，所以的话来看看你们这边真的有什么小吃，一来真的哇，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没见到的东西，嗯、是吧？确实啊，是啊，这边吃的东西太多了。嗯，我好的那个我到其他的地方去看看。来啊！哎，谢谢，我已经前面已经有人请我，没关系，我是吃不完了，太感谢。我到台湾这边来哦，很多朋友请我吃东西，没关系、啊，去到哪都有免费餐。哎呀，谢，太感谢你们，你们真的太热情了，实在很热情，很感动。还好，谢。这个地瓜球啊，大家有来这里啊？那个，那个通宵的朋友啊，一定要来这里品尝，认住这一家哦，认住这一家，还有这个他们这两位老板，谢谢。哎呀，又有人请我吃东西，起司马铃薯哦，这个就马铃薯啊，刚才那个是地瓜，就是番薯做的。这个是起司马铃薯，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。哦，你们这个是一份一份的吗？对。这个配料很多哦，很多种哦，你这个配料。前面有配料。对，我看你这里好多种哦。那做出来是怎么样子的呢？是怎么样的呢？没有啦，你没有一个成品吗？有没有成品啊？对，没有成品啊。对，因为还没有人来买是吧？就没有成品看是吧？有人来买，可是都卖出去了，那没有做出来，还没做出来是吧？这些都是材料。有没有一个成品可以给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子的？成品哦。啊。家儿子要吃的，这一碗一碗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是用这个盒子装。哦，那就是你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材料混在一起，这样一盒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然后主要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啊？主要是马铃薯吗？对，还有起司。起司是什么东西啊？起司是没听说过起司。哦。是一种汁，这个汁是什么做的呢？汁是什么做的？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也是加盟的。哦，你是加盟，然后拿货回来的。对。他配给你的。对。哦，好的，谢谢，嗯，拜拜。哇，哎，真的，这里小吃很多，人家说小吃很多，真的，五香豆干。哎，台湾的台南之翼手掌茶叶蛋，手掌茶叶蛋，都想试试看，想试试看就来这里咯。哇，这里有炸的鳗鳕鱼条啊，花枝烧五谷鸡块，哇，花枝丸，哇，好多。哇，你这有几个品种啊？四个品种哦，待会要来试试看，先拍完再来。哦，一只四元鸡脚，这个是鸭的吗？这个是还是鹅的？鸭翅膀，一个多少钱啊？啊，15块，哦，好便宜哦。香港的，对。我很早就来了，不用怕。我1月初就来了。是啊是啊，不用怕，你看我都不带。因为我要说话了，所以不能带了说不清楚了。好了，看看睇下仲有咩。哇，鸡蛋仔都有啊，呢度都，诶，同香港嘅做法一模一样喎，鸡蛋仔。哎，你们这里也有鸡蛋仔哦，哈哈，跟我们香港的一模一样。